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不太会割韭菜的朱教授。前几天给大家看过我是如何给洋葱做水培盒子的，大概5天左右，这盒洋葱的叶子已经长这么高了，旁边的蒜头还没有动静。没想到这些洋葱头长得这么凶，这些叶子该收一收了。但是同时我还有一个疑问，这个洋葱头能活多久呢？之所以这么问，是因为我家经常买这些葱啊、蒜啊这类的菜，所以我也经常有大量的葱头、蒜头、洋葱头可以实验。但是从第一天开始，我就不停地在翻车，不仅仅是水培翻车，我把它们种在土地里，种在盒子里，种在种植袋里，不管是哪里，基本上就是我收了一两次叶子之后就没了，枯萎消失不见了。要说肥料、光照和水也都没缺过。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收菜的姿势不对。终于上次在 YouTube 上闲逛，终于看到一位叫北美生活的博主提到，收大蒜蒜苗大概2到3次收割就不行了。因此啊，我推测洋葱头大概也是如此吧。它们被割了这么多次之后躺平了，生命失去意义了。我想请问一下各位，您的经验如何呢？有没有一个长久的割韭菜一样的方法，能够一直割下去不让他们死掉吗？欢迎您在留言区讨论。好吧，今天我先把这些水嫩水嫩的洋葱叶子收一收，再配上一些杯子里种出来的水芹菜，美味又健康，太棒了。请点赞、关注、分享，感谢您的观看，再见。